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早安！现在又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领受他无尽恩典的宝贵时刻。在我们 QT 的这段时光，让我们全心寻求他。神说，寻见他，寻求他，一样好处都不缺。神今天要祝福你。雅歌五章二节到六章一节。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新郎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新娘，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，我因思爱成病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你这女子中极美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，新娘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，如香草台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却滴下墨药汁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镶嵌水苍玉。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镶嵌蓝宝石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，安在金金座上。他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。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，新娘。今天 QT 的经文是雅歌书第五章二节到六章一节。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是新郎提出的请求，夜露滴湿了我的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妹子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为我开门。这是新郎站在门外叩门的声音。在今天的经文看见新妇针对新郎的声音，他怎么回应呢？他说，我已经脱了衣服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已经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
所以他迟延了。今天的经文，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想有一些事情让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是否也曾经你有听见神亲切的叩门声，熟悉的呼唤声？然而，很多时候，是否我们也像今天经文中的心腹，心里迟延了，有许多的理由，有许多的借口，以至于我们没有立刻的来回应我们的主？今天的经文看见，当心腹迟延，事后他反悔，他开了门，新郎却已经转身离去。经过一段日子，他寻找，找不见新郎，他呼唤也没有答应。那段痛苦的日子，让我们不禁思想，是的，我们片刻都不能够失去主的同在。当读到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不禁想到启示录3:20，我们的主站在门外叩门，他对老底嘉教会说，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是否我们也像老底嘉教会，不知不觉中，其实主已经不在了，我们却仍然以为我们富足了，我们一无所缺，却不知其实我们是困苦、可怜、瞎眼、贫穷、赤身的。今天的经文提到，当心腹失去了新郎的同在，他思爱成病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片刻我们都不能够失去主的同在。在婚姻关系中，有些时候，就像今天读的经文，夜里已经睡了，但是听见呼唤，我要醒来吗？我愿意为对方来牺牲吗？今天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心腹的回答，我已经脱了衣裳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已经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为此，他不愿意，他迟疑了，所以新郎后来转身离去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与主立约，我们说，我们愿意，就像门徒当日对主信誓旦旦，愿意牺牲一切，愿意舍己，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可是当遇到一些难处，遇到一些不方便，遇到一些跟自己利益冲突的，我们就会迟疑，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。当初的誓约，婚姻的誓约，说愿意为对方牺牲一切，当实际生活面临的时候，我们仿佛忘记了那样子的誓约。在今天的经文提到，当心腹看见良人从门孔里
伸进来的手，他就动了心。我想，在这段经文，让我们思想我主耶稣钉痕的手。当我们迟疑的时候，让我们回想那起初的爱。我们的良人比别的有什么长处？我们的良人，他的美好，他为我们牺牲了一切，毫无保留的，为了爱我们，他毫无保留的牺牲了一切。为此，我们是否愿意，也甘心乐意放下我们的不方便，舍去我们的益处，愿意背起十字架，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所爱的，为对方来牺牲一点。愿亲爱的主更深地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不忘记回到那起初的爱。当心腹四处找寻，寻不见他所爱的新郎，在那痛苦的日子，思爱成病的日子，他回想他的良人，他的良人全然可爱，他的良人超乎万人之上。那一切过去的种种，使他的心再次的苏醒过来。让我们时常回想那起初的爱，真实的爱，最甘甜的爱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这位主临到了我们的生命，他找寻我们，他付出一切的代价挽回我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你，不晓得你为我们所有的美意，很多时候当我们还迟疑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立刻的顺服，可能也找了很多的借口，但是主耶稣，唤醒我们的灵。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看见，失去你是何等的可怕，何等的痛苦。主啊，我们片刻都不能够失去你的同在。主，你应许，我们若真心寻找，你会让我们寻见。今天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快快的来回应你，我们要来寻找你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寻见，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今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里面，我们要遇见你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再次更新我们那起初的爱，恢复我们对你的心。谢谢你，亲爱的主，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